三类是我的一个想法。寻找三类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发现自我，寻找自我，而这恰恰是我们年轻一代所面临的一个挑战。大家好，我就是电影里面的小兔子，虽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，但我感觉他超级的酷。然后拍这部戏的时候，就把他的这个生活上的角色挪到咱们戏里面了，变成了这个加油站的怪人。脚踏两只船那个台词是我想出来的，把它放在我们的剧中，就形容那个男孩他要一个人喜欢两个女生。你没有做梦，你脚踏两只船。我脚踏两只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个这个片子里的一些武术指导是我设计的。片子里，我才是武术指导，好不好？行。那个还有一些那个跑酷的元素，我们大哥你完没完啊？哎，你烦不烦？我录像。我才是武术指导。哎，你我们向您介绍全新型的惠普 微 Pro PC， 它使用起来十分便捷，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来制作自己的电影。以证明这一点，我们聚集中国的年轻人们，一起来拍一部电影。你的故事你来演，你就是偶像实力派。不一样的故事等你来演绎，你就是偶像实力派。不一样的故事等你来演绎。邀请了两位著名的导演和编剧来共同指导制作，他们挑选出了最优秀的方案和最好的演员，然后将其编制成为一部光芒四射的电影。整部作品的剪辑都使用了惠普 Movie Pro， 电影成功了，而且它将要成为一座里程碑。它激励了整整一代人携手去创作自己的作品。